什么来着？有没有尖叫到啊？没有，是什么？有没有惊喜啊？好玩吗？叫什么？ 什么来的呀？什么？这大三角是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粘这么紧？然后这个石头你明天要拿来绑在你的头上吗？你又是没有事情做的意义。对嘛？就把它套在你的头上可以吗？然后再把我送给你啦。我怎么紧的其实？ 把这个纸往美无缺的话，这里无缺是你的，打破了这个礼物你就还给我。那你要不要之前做辣椒江湖？有谁的江湖啊？免得这么爽。你没有用我江湖哎？只要帮他一把嘛。这边连一把过去还要江湖，你们是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哈。有没有事情要跟我拿？ 啊，你不要就翻。加油。说明书你没有看你怎样用。你有等一下炸弹吗？这样，你说明书要看成怎样的吗？你把说明书丢了。书里也对我，等一下要手机开一下翻译。你再讲一次，你怎样看这个说明书？要翻译，用手机开翻译。哦，用手机翻译啊。看这个位置就是。所以你要看说明书吗？ 你拿到这个出来，好像没有看到你一点兴奋都没有嘞。你买的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多少很兴奋的那种。那好开心哦，那。在兴奋一点，再兴奋一点，要再兴奋一点的喂。你抓狂的很兴奋的那点。没有，我没有拍给谁看。哦，断了。断了，已经一一凹下去，断了，等一下。要用才抓到了，麻烦你。就是等一下用。你什么时候进的？这里没有盖子的吗？嗯。这里要这样，要放上去。对。我真的是很想要骂他的设计师。要高兴的嘛？哇，我好高兴啊！交一下。啊，我好高兴啊！啊，没抓，再去弄帮你画饼吃。